如果说你一下就发病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好找一个健康的心老师。我看我们学校能照顾不了孟老师吧。这样看来，可能在一年半的时间，孟先就不能行走。下个月10号，我们会正在表演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。不必之后恶化了，我们要是能够做不了，我们没有，算了。本周六晚上11点，中天综合台，失去你的那一天。